当我还没来到这个世界，爸爸妈妈都很期待我的出现。很可惜，我已经没有机会再见到我爸爸。但我懂事之后，妈妈是我唯一珍惜的人。当我慢慢的长大，离开了家，出国念书，成家立业，渐渐的，我好像遗忘了。妈妈，你好，这是杯哥哥的咖啡，不会就叫了。妈咪，你喝了这个狗狗咖啡，你就不会睡觉了。煲个水冲咖啡，冲埋你哋嘅咧，吓、啊！爸，对唔住，爸你真好，爸你真好啊！咖啡奶的奶。浓的不只是味道，你